王和全，我想洗头了，头特别痒，平常呢都是我媳妇儿帮我洗头，今天呢，天气暖和，我想自己洗头，然后呢让我儿子给我帮忙，好不好，儿子？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来，看我儿子真棒。哎呀，水太热了，宝贝。还是烫的，爸爸。哎呀，哎，你让爸爸跳了。呀，好热呀。好热，爸爸你要洗。爸，洗头了。哎呀，我的脚脖，爸爸老疼了。大粉一个脚。哎呀，我脚脖也老疼了。你把我扶着点，这个我手疼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擦一下头。晾这边，晾着再毛巾，晾再毛这边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今天洗头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今天是我自己洗头的，没让我老婆给我帮忙。儿子，你关上门。哎，这天呢暖和了，我自己洗，洗洗这样也不用。起来，别走底下。也不用吹风机吹了，这样一会就干了。好看吗，老婆？好看。好看吗？这个是很香的。好看，越看越想看。越想要看看。看我找的像谁呀？像刘德华一样吗？像刘德华一样。看像刘德华吧。像。像。你好像是刘德华他兄弟。对，你猜对了，我就是刘德华他兄弟，我是他表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的给我们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点个红心，你们给我们点个红心，点个赞，对我们非常重要。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来，儿子，给叔叔阿姨说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